G20 就是20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开会，就是有20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开会，就是有20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这里开会。早就知道啦。就是50多个国家来我们杭州开会。他们就20个国家。对了，就是20个国家聚在一起讨论，比如说一些关于经济类的问题。我们学校办过这样的活动，顺便就跟我们讲了，就是小区里面的草变多了，然后每天都有人去浇水，就是漂亮了很多。啊，哪漂亮了？整个西湖。是整个西湖都漂亮。干净了，颜色马这些路。Welcome to 杭州，杭州欢迎你。